现在在微调向左一格，向右一格，当然向右一格。现在在那个大船跟那个屁友之间进去。进那个白色的那一边哦，对。然后你看那石头的皮庙，是在那 crab pub 那个的右边，那个就是。OK。所以你走 crab pub 的左边进去就行。现在不用担心了，因为那个白色的是里面可以去。哦。Potomac River 也发生过一次 fuel pump 坏掉，没办法加速，发生过一次，就只能一直怠速。怠速，然后因为它油不进去，它最后就死掉了。那时候它那个速度不够。哦。刚开始是满的，那个油管是 full。然后最后就死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丘陵猫连死掉的时候，电池死掉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崩溃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把 VPN 打开，或者用手机，我有包一个，透过一个渠道。
不想任何原因，是因为要等半小时。哦，这样我们进去，求你帮我点用。其实我可以打开底下去，是后面求你帮我点用，希望可以钓到鱼。你若稍纵，对不对？那你拿着雨伞。带过去的，你就要走一下，一下就好，因为你还很远，其实一下就好。你知道这个浪怎么开来？呀呀，这个我知道。然后我还知道，就是说最好是不要直面的，它最好稍微带点走。对对。不要他这样来，然后你还这样，那就容易。他没办法，我抽另外一把手机去抓螃蟹，抓到那个里面抓螃蟹。你待了回去，我们到那个桥底下吧。桥底下能走吗？有，应该有。那我们到桥底下，对，你先走这样。啊，不必，就走这样。你看到那个 pier 没有？就瞄准直直的 pier 那边进去，然后就到了那个桥，然后到了桥底下 anchor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抓螃蟹，有一只大鱼就可以抓螃蟹。桥底下这个浪应该小一点，然后主要这个没太阳。至于钓不到鱼，在钓不钓到鱼，在什么抓到螃蟹就已经胜利了。对准那个尖，那码头尖，那个石头码头尖尖的地方。OK， 没问题嘛哈？对。螃蟹代表。